一，吴桐买超强魔镜孩子。近日，鱼岛吴桐买下了一个非常极品的魔镜孩子，有效属性达到了1784，抗性非常强大。逆哥在这个孩子魔镜的加持下，伤害将会更加爆炸。二，奈克哥和西煞老街一起打监会。西煞老街服战队目前在处于一个调整期，团队老板基本都换了一遍，不过指挥风狼依然坚持在打监会 PK。昨日 ，F 哥开着自己的全服第一女儿，和风狼组队打起了剑会。三，扫地僧更新16段法爆女一，扫地僧出售自己的盘丝装备和灵饰，重新打造了一个不战法系号。近日，他买入了一件160级法爆伤害女一，防御270点，体魔双加71，法爆伤害加了4.21%，4.212阵容强势回归。昨晚的剑会 PK。已经是农历正月11了，大部分符战豪门都恢复了剑会练兵，珍宝阁、紫禁城等符战豪门纷纷打起了狮驼岭加魔王的阵容，莫非212阵容要强势回归，咒师普陀又要坐冷板凳了吗？五，雪山牛总打八红工地拼。沂水雪山符战队在二月份将启用3000万战神冲刺冠军，团队牛总打造了一支八红工地拼，同时拥有力劈、死亡、金星一剑和壁垒，进一步提升了团队冲刺冠军的底气。